阿子欣，你升三年班啊？有冇嘢多谢陈老师啊？嗱，你紧张我都预咗你。讲几句啦，大个啦，又打脸啦，上年王老师，今年啊陈老师。正，快啲啦，录紧喎。上年佢系有个同学仔喺佢隔篱帮佢讲咗一个好完美嘅说话。今年进步咗嘛，不如我讲先啦。好啊，好啊。阿子欣咧，今年咧系一个好尽责嘅同学啦，帮老师做咗好多嘢。咁今年咧，亦都系学校嘅领袖生啦，唔再系见习啦。咁我希望佢咧。呢、这、一個優點咧，有責任心、有愛心嘅優點咧，繼續喺三年級、四年級、五年級一路發揮落去。知唔知道？嚟到我講講下嗰啲年級。講幾句啦，麥子欣。多謝陳老師啦，如果講唔諗到就下次準備定啲演講。係上年又係咁啊，完全聽機。唔緊要，咁你攬下陳老師，多謝佢啦，好嘛？啦，攬下啦。好啦，拜拜。